瓷器55年了，看来总是呢心存感恩，感恩离我很遥远的远方的那个地方，瓷器人呐、啊，在那个地方呢，去撒播爱的种子啊，去耕耘啊，耕耘的这人间福田。所以，我天天面对的都是带给我满满的爱，他们在哪一个地方落实布善种子。所以我说我生命的盘点，盘点自己，感觉这一辈子啦，无悔无愧，真正无悔也无愧啦，这没有后悔。那总而言之啦，这种没有后悔的人生啦，感觉到很清安很自在。所以我对自己总是感觉我是一个很有福的人，因为呢这么多的国度，这么多的都是成为慈济人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，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